多年好友反目成仇，生死恶斗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陈浩南心中百感交集，牛姑毕竟是自己一生挚爱小街霸的拜门大哥，当年对决亮坤、乌鸦、狂人更是亏得他舍命相助，当真要对患难与共的兄弟痛下杀手吗？陈浩南念旧，牛姑却不留丝毫余地，此消彼长下，强弱形势逆转，他被逼到了浮台边缘，危在旦夕。乱战中，牛姑面门重重挨了一脚，险些跌入海中落败，亏得他眼明手快，抓住了浮台圆木上的绳索，稳定了身形。牛姑天生力大无穷，此刻蛮力发作，竟将海中固定巨大十吨的麻绳生生拉起。他双臂疾走高高隆起，青筋暴现，牙关紧咬，面目狰狞，竟要将对方当场生生勒死。陈浩南完全不能呼吸，神色痛苦之际，双手拼命拉断绳索，却无济于事。他深吸一口长气，收起下颚，重心下沉，人像潜伏，此举反而让绳索越收越紧，他已被勒得满面涨红，生死一线坚毅。悄然间，他的双手终于抓住了牛骨腿板，运起全身气力，腰板力挺，一把将其抽翻倒地。所谓力从地起，牛骨重心一失，双臂顿感发力，就这一瞬间的空档，陈浩南后脑猛撞，终是破解了束缚。不愧是黑道天王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仍是如此冷静。牛姑失去研究血迹，语气异常狠辣，陈浩南，你尽管继续手下留情吧，一会儿我怕你连自己的命都留不住了。对方向来称呼自己阿南或是靓仔男，此刻连称呼都已改变，足可见要与自己恩断义绝。陈浩南怒火上涌，明明是擂台比斗，非要变成不死不休的生死决吗？我已处处忍让，为何还要苦苦相逼？牛姑左右冲肘，连绵不绝，每一击都是劲风呼啸，异常狠辣。陈浩南灵活走位，尽量避免抱拳，只是对准牛姑的胸腹猛击，盼他能气门受创，自行弃权。有时宁肯自己受创，也不肯狠下杀手。这份对朋友的义气，让旁观者无不大感佩服。实力差距明显，牛姑挥拳频率开始慢慢减慢，渐渐体力不支，被陈浩南一步步逼入了浮台边缘。眼尖就要跌落海中落败，他左手探出，抓住了陈浩南拱来的右臂。陈浩南本能往后一退，也顺势将牛姑拉上了岸。他的微身举却给了对方可乘之机，牛姑沙包大的拳头猛轰面门而去，陈浩南连中数拳，眼前一黑，险些晕厥。牛姑双手起势，狠抓锁骨，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让陈浩南忍不住厉声惨叫，双臂也难以抬起，只得对准下路猛挥，再不解困，锁骨连着双臂定然报销。他为求自保，全力施为，全力之重可想而知，但牛姑不管中了多少拳，就是捏紧锁骨死不放手。疯狂的铁拳肆虐，打得牛姑双眼爆突，七窍出血，这一拳凝聚了陈浩南所有气力，如铁锤入体，牛姑再也支撑不住，双手颤抖松脱，软软垂下，一阵如雨水般的热血喷洒而下，淋得陈浩南满面皆是，热乎乎的腥气扑鼻。牛姑巨大的身躯倒飞出去，双目泛白，没有丝毫生气。阿南，我真的好怕，怕你杀不掉我。牛姑的话如铁钉一般狠狠插住陈浩南的心坎，无论如何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结局，这一拳太重了，手臂肌肉仍在不住的颤抖，强大的余劲竟还未消退，血肉之躯如何能抵挡得住？牛姑眼和热泪，嘴角上扬，泛起一丝笑容，阿芝，等着我，我来了。晶莹的泪水是感动，是喜悦，是阅尽沧桑后求人得人的解脱，也许死亡对于牛姑而言才是最好的结局。寒暑往来，渐进风吹雨打，生离死别总是瞬息幻化，既是无所牵挂，那便欣然上路吧。南哥立刻枪毙，一众红星仔欢呼雀跃，大声嘲讽牛姑不自量力，自取灭亡。大飞一声暴喝，将喝彩压下，牛姑也是他的朋友啊，为了还头之争，门户分别，多年的好友惨死眼前，又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呢？作为最早出场的古惑仔人物，牛姑就是90年代香港古惑仔的缩影，贪财却重义，好勇却机警，可以为了利益与山口组合作打压陈浩南，亦可以为了好友赴汤蹈火对决乌鸦、狂人这种神级对手，不断寻衅陈浩南，并非是忘了昔日情谊，只盼能死在好友的手中一了百了。望着刚刚被打捞上来的牛姑遗体，陈浩南思潮起伏，久久难以平静。五分钟后，一身便装的梁家人登上了主牌，随之外甥此行凶多吉少，但路是他自己选择，大飞能做的也只能是温言鼓励了。李成克赤裸上身来到了佐敦仔的身边，老爹，收你的礼物我一定会补一份给你。
左藤仔一愣，随即明白他所指的礼物乃是九尾狐，大笑不止。好，那你就帮我打死梁家人。梁家人面对眼前的格斗神人，精神高度紧绷，他不断调整呼吸，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这一仗对他而言将是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点，无论成败也要打出自己的气势，不留遗憾。他双臂高举，步伐不断横移，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，自是要采用谋定而后动的策略。李成可身法全速极快，不论梁家人如何闪躲，根本就甩不开他的纠缠。侧身一记横扫，竟将粗硬的圆木险些踢断，强悍的脚力震慑全场。梁家人哪里招架得住这钢拳铁腿，只得借助浮台边缘的六根圆木躲闪。李成可不忘与佐藤仔的约定，要将此人当场打死。形势异常凶险，难道刚一开战梁家人就要惨败收场吗？如何对得起南哥、大飞哥乃至整个红星社的期待？